你本来买三百块哦。那个就是回去自己开的。带上来，现在三百六的专利。带上来，你的专利现在都欧洲去了，哦，德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波兰都在。还在哪？还在哪？刚刚他们点这个，这不过时。
龙虎去哪里买？龙虎去公园抓。龙虎去公园抓。但是松鼠不要乱抓，松鼠很凶哦，你被咬到的话会有传染病的，严重。那个松鼠很凶哦，它被咬到的话，你要去打破伤风哦。可以不洗澡啊？跳，但是很凶哦，松鼠超凶的。现在啊，你发现很多啊，发到这里，这而且发到这里，你发到这里，到外哦，广东来的到外来，现在到外国去哎，啊，我两个在这外，现在又来外，现在又来，这现在就会去掉了，我去掉了，我去掉，你看小弟小弟搞小弟的啊，还要整搞小弟，超市会吃了的，前面搞到两个会八会三，现在前面两下八会三，五八七下，也是也好了。飞机啊，你驾驶员飞机啊，来接落去。两百呀，现在两百了，两百现在两百，三两百块哦，两百现在，两百现在两百了，两百现在，就两百块飞机，两百买卖个七八三五六，三百六现在三百，三百现在三百六，三百现在，两百块钱我来，我你来我老师，过来，两百六来，一年两百块就两百，哎啦，两百六来就回家来。那王贵啊，你贵来，来，你不叫来，不管叫我，现在，当下两百块来，两百。
你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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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
到处卖，到处卖，好起来。老板，包起来，我叫外卖员包起来，一百块了，先一百块包，打六。不会不会，有比较好。我好几包啦，进来啦。这是花枝条。花枝条。花枝，花枝就是这啦，你看这花枝无？这个，啊，这个是大枝的，大枝的。它这个就跟这个一样啊。对对对。就是那个花枝切成的啊。六包一包。六包两百，六包两百，三包一百。三包一百啦，三包一百。刚刚没有喊。哎，我讲了，我们上，哎，你讲了。老板，老板，给你的。你要我？哦，我以为你要的。反正都。反正我已经买五百六包。拿过来，两百啊，一样啊。嗯嗯嗯。好买啊，有买啊，三百。你买过吗？我买过好多次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这样啊，他都每个礼拜三来。过年，过年。对，礼拜三、礼拜六都来。哦，这样啊。过年来。我来，还过来来，我不要去老板来个，过来，我跟老板说要来，但是我们这老板是干嘛？一路以来，老板在，老板在几多，几多时间在逛街，一路以来，我就是，这几位金华当然，过哟，啊，我是叫德国人，你叫你什么来？拿钱吗？哎，那是在，他没拿钱。老板，老板几位金堂，几位背后金门八三下，开始下面，三百零三到三百六，零八零，这个贵了吗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八六。两百啊你帮找好，拜拜。
我唔使去买啊，来，你买啦，你买来啊，你买来，你包，你包了，两百块钱你包了，你包一下，你包了，你包好买哦，你包好买哦。来，还是放在口袋里面。什么？你啊，什么下来？三百。我啊，你去买，买一点，你再来。你根本就叫他不把块，把你抓来，多好个鸟嘛，同时间来，来，把你抓来，两百块钱抓，来，多好个鸟来，多好个鸟，同时间抓来，抓来，多好鸟来，抓来，多好鸟来，抓来，不把块抓来，抓来，真辛苦啦，抓来，天天都下来，抓来，天天都下来，不亏钱，进来，抓来，很多。两百个啦，五百两百好卖，五百，剩下无少啊，钱三百九十来，来稳到晒，都卖真大，都平均卖啊，都平均晒，平均晒，真系楼啊，系楼啊，全部全部讲都搞到强强嘢真系，平均卖就，系，诶呀，如果讲卖成皮咧，皮好贵啊，而家个皮啊，上翻几个钱贵啊，都系楼出啲卖就，都翻钱讲卖，或者啊，楼平均多啲好啲嘅，系。对，多少块？打个电话。你现在干不了，干不就干不，我就只能讲老了，讲只能讲现在结婚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做海产羹、海产面啊，海产面好，我上班等你哦。都做很差，搞完地，每条方面了嘛，上午没了，上午没了，那学校放假，我今天早上大概回答四次了。你叫今天回家了，你叫回八里，你要回六十下来，叫回八里呢，回八十下来。你看能把人了你没听清楚哟，四幺零八。哎，我这个几千块，还行不行？哎呀，偷开，偷开呀，偷开，偷开，开，偷开。懂了吧？太混乱了吧？那这只有两个东西而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给我发下四百六，三五了，三百五了，我了，哎。对。这两个十三斤的，他几条斤的，这上头几条，几几根。一百块钱，不行，两百来了，两百，章鱼脚哦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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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，我弄一下，来，两百，来，小姐，我不小心，来，我来了，我买个鞋，我，我一下过来，我买，这坐人啊，你啊，我，过来就安尼啦，这坐路坐不稳起来了，我啊，大事大哦，那不少路脚痛啊，哎，坐下来。秋月早。我看你是
十条街哦，这吃不起来，那个吃不起，我讲，吃不起啊，亲爱，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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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吃亲爱。